那这个位置呢是最后一个圈，第二次最后一个圈，我们右线过线，又过两颗，过上来，那左线再加一颗，啊，那么这个第二层就全部做好了，这个是侧面，最后一个侧面，大家对一下颜色。接下来我们做第三层，那第三层呢就非常简单，它不用带颜色，所有的全部都是红色的柱子，不用黑色的柱子。接着这个位置，起步左线第一圈也是加三颗红色的，那做四指圈啊，全部都是四指圈。啊，接下来后面的都是右线过一颗。左线加两颗红色珠子就可以了，这一层呢它不用带黑色的珠子，全部都是红色的，只要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红色，把这一层做完就可以了。
那最后一圈的时候呢，我们过线都是过两颗，接下来再加一颗，那么这个第三层就做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全部都是红色的珠珠，第三层。那接下来我们做第四层，接着这个位置开始接着往上做，这边竖起，右边竖起，第三个这颗。那么左线，这两颗红色，一颗黑色，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。接下来同样的是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把颜色搭配好，黑色跟红色的珠子搭配好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这边正面这边第一个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一颗红色，一颗黑色。那接下来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红色，接着每隔两个红色的再加一颗黑色的珠子。做了两个，接下来再加一颗黑色。后面做法都是相同的。刚好呢，这一颗黑色的黑光珠在这下面这层这两颗的中间，对下来是在中间。
等我们到这个侧面的第二格就可以加黑色珠子。
最后一圈又先勾线过两颗，左线再加一个大红色。好，那么这个就第四层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接着这个结头做第五层。那这一层做完之后呢，第四层做完之后呢，我们这个黑光珠黑色珠子啊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就后面的都不加黑光珠了，那我们就要加红色的跟绿色的珠子。加红色跟绿色啊，接着结头这个位置啊，结的是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们接着往上做。那第一圈左线加三颗红色的，啊，接下来右线过一颗。左线加两颗红色。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一颗绿色，一颗红色。在这个位置加一颗绿色，接下来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红色。到这一个面，那这边都是右线过一颗，左线加两颗，那颜色呢就是红色跟绿色的珠子，大家看好视频把颜色搭配好就可以。这个位置要加一颗绿色，一颗红色。接下来做了三个红色的之后呢，把这个位置加两个绿色，右线过一颗，再加一颗绿色，一颗红色。再做三个红色之后，这个位置再加一颗绿色，
这边侧面先做一个红色的，再过线一颗，加一颗绿色，一颗红色，做了四个红色的之后，把在这个位置再加一颗绿色，那接下来这一面跟对面这个是相同的做法。那第三个这里加一颗绿色的，这个位置加两颗绿色，又先过一颗，再加一颗绿色，一颗红色。